不要紧，你听好哦。妈，啊，你是把囡仔饲着？哦，对哦。来来来，你先出来，你出来，啉水，啉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把这杯哦，拢啉完。哦，嘿，我拿进去喝。水灌来就有招啊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进来哦，进来哦。放出来喂，放出来喂。妈咪，怎么样？妈。人怎么还会现在还会在这里呢？哎，对啊，赶快回家。有问题，你不是讲笑话是要有个谱，不要乱讲。我说当爸爸啊，哎，吃个什么嘞？跟你讲什么笑话？你真的当爸爸了耶？今天晚上7:05，曼玲在我们大家的见证之下测出她怀孕了。你跟她的小 baby 10个月之后就诞生了。好笑，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我跟我老婆每个月，我干嘛跟你解释那么清楚啊？你问的大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不相信我们讲的话，你回去问曼玲。我还问阿妈嘞，曼玲。不好意思，总算找到你了。你手机打了一个晚上都联络不上你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啊。你打手机找我？对啊，我动手术了，所以手机关机。哎，你该跟他讲微信啊，跟我讲曼玲怀孕吧。曼玲怀孕了，秀秀怀孕了啦？什么秀秀怀孕？曼玲怀孕了。哎呦，小郭啊，你想想看，一对夫妻呢，每个月呢才，你不要听不清楚了，女孩子，才做那么101次就会有吗？这就叫有缘呐。对呀，人算不如天算。我有那么猛吗？这我怎么会知道啊？你当然不可能知道了，你没有这个荣幸。而且呢，再怎么说我都有做安全措施，难道会破茧而出吗？我的蝌蚪。不一定啊，真的怀孕了啦，恭喜恭喜。真的。恭喜恭喜。真的怀孕了。真的怀孕了。你去问曼玲就知道了嘛。小郭，哎，你是主委，我比较相信你的话。曼玲真的怀孕了，怀孕了，我要当爸爸。对啊，那你们都知道了，都知道了。那为什么我最后一个知道的？我去看看。奇怪，这花医生不太相信他自己做爸爸了。对啊，伟如姐，你会觉得花医生变乌龟了？这八卦说归说，你替你自己留点口德，破坏人家家庭的话是不可以随便乱说的。思贵。我们生下来的 baby 哦，一定比他们都还要可爱哦。眼睛像我，鼻子像我，身材像我，气质还是像我，好完美哦。你刚唱的都像你，没有像我的。哪里要像你啊？男的像我帅啊。女的像我可以当苦力也不错啊。我才不要他当苦力嘞。哎，你那个检验棒是什么时候买的？秀秀家里刚好有啊，他就给我用了。秀秀家的，哎，小郭都结扎了，秀秀家那不是过期了吗？小郭没有结扎，结扎的是他家之前养的那只猫啦，怎么会过期？那您用的棒是人用的还是猫用的？当然是人用的，讲什么？你不要开玩笑了，这个检验棒还是有0.1的误差呢，我跟你讲。哎，花一航，你现在什么意思？你在怀疑我是不是？哈，你有话你就直说，不要拐弯抹角绕来绕去哦。我怀疑你。哎呦，老婆，我的老婆大人，拜托你不要乱说话吧，我不会怀疑你的，懂不懂？我是说我们现在检验出来有小孩，我很高兴啊，当爸爸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万一到时候没有的话，我很失望的。不会啦，是真的。真的有啊？好奇怪，我们两夫妻啊，平均每个月呢亲热1至2回合，而且每次呢我都有戴套。哎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每次都买那种最烂最便宜的，没有颗粒也没有，哎，品质根本就不好。哇塞，重口味的，你也早说啊，下次买荧光的。当爸爸了，哎，小孩子有没有在动啊？你听听看。
淹水了，你这是小孩子喝太多水了？没有啦，是我肚子饿了。咕哩咕哩咕哩咕的，好棒，我当爸爸了，啊，我当爸爸了，啊，嗯，啊不，我一抱想睡觉，你怎么了？麦琳娜，哎，怀孕的人不要做激烈的运动，小心一点。麦琳啊，嗯，要当妈妈了，哎，兴奋哦。可是说真的，会有点害怕哎。害怕？嗯，害怕真相被揭穿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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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其实我就是怕，万一生完孩子之后身材走样了，变成那种丑八怪欧巴桑，怎么办啊？你身材没走样，花一行一样在外面乱搞啊！伟如，我跟你讲认真的，我一直跟你讲认真的啊！哎，不是啊，你怕什么？你们公司不是有什么减肥丸啊，什么塑身食品啊，都吃那不就得了？那种东西怎么能吃啊？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那种东西这么抢手啊，那常缺货，我自己怎么能吃啊？哦，那大不了请花一行帮你抽个纸喽。给他抽纸多不安全啊！伟如，我不喜欢抽纸啦。嗯，这个小孩子来得很意外哦。嗯，真的，我常常没有想到我跟花医师也会有孩子哎。啊，不用强调，你跟花医师，我们都相信。你是什么血型？我 B 型啊。花医师呢 ？A。那你们生出来的孩子就是 A、B、A、B、O。太好了，就可以瞒天过海。嗯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血型，对不对啊？储存脐带血现在不是很流行吗？我有朋友在做这个，那你要不要打折，而且住总统套房哦？我还要去住总统套房？不是你啦，脐带血住总统套房，你要不要看看那个资料？好啊，储存脐带血应该也跟 DNA 没关系哦。啊啊哦，没有，走，就你跟花医生的小孩，嗯啊啊。没有，我说小孩很好，有小孩真的很好啊，小孩不会有问题吧？伟如姐啊，我觉得我们都错怪花医生了。以前我们都觉得他很花不专情，我到现在才知道他是真正爱曼玲姐的哦。怎么说？我那天问他的小孩子会长得像谁，他说长得像他也好，长得像曼玲姐也好，还说自己的亲生骨肉是最棒的哎。他明明知道小孩子有可能不是他的，他还这样讲，简直是自我催眠。Ken， 我看你从读书、工作到生活都没有研究八卦来的用心。不要这样子讲嘛，你敢说你自己没有怀疑吗？这左邻右舍的事情你不要随便乱说。我警告你哦，绝对不准向花爷爷或者马尼拉探听什么事情，听到没有？哦，知道了。哎，伟如 Ken， 花爷爷，我想问你一些事情。问，尽量的问。哎，看啊，我要一个这个鱼汤，我要给曼妮好好补补身子的。花爷爷，我是要问你啊，你要鱼汤叫马尼拉炖就好了，干嘛来这边花钱呢？马达，你不知道啦，我们家的炉子一个炖地卡，布鲁贝迪卡，一个炖嫩笋鸡，布鲁贝迪卡，一个炖当鬼呀，布鲁贝迪卡当，已经没有位置啦。花爷爷这样不行呐，你这样帮曼妮补啊，太燥了，小心你的孙子一生下来啊，满脸的青春痘哦。是这样子吗？我生过孩子，我知道啊，真的、啊，我也是我娘生出来，我也知道。你闭嘴！哟，你们讲这样子好像不能乱补哈。马伊拉，那个猪脚不要炖了，不要了。鱼汤我也不要了，看。不要了。哎，误会了吧？因为最近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啊，心情顺畅无比啊。来接。哎，看到花爷这么在乎这个小孩子，我真不忍心告诉他真相哦。叫你不准说了，你还说？把你去面壁思过，默念，孩子是花医生跟曼妮的，孩子是花医生跟曼妮的，去。奇怪，我干嘛听你的？如果孩子真的不是花医生的，那曼妮就太屌不起，真是佩服的。曼妮，你这样太夸张了，跟真的一样，只是枕头而已，你就这样子。来，坐下来给你洗一下。练什么？拉梅兹呼吸法、啊。哦，好，来。眼睛呢？你先看前方一个定点 ，OK？ 嗯，好，深呼吸，吐气，再来。哎呦，恁两个呀、啊，无遐尼啊严重啦。那我以前生囝的时阵嘛，无什么酸梅子呼吸法，不是生囝呢？什么酸梅子
啦，是拉梅兹呼吸法、啊。哎呦，管他伊什么治不治啦，你甲看，我今嘛不是好好，啊，我秀秀是食，赶快食健康，对不？妈，你唔知哦，练习这个，到时候生产的时候不会疼痛哎。我才未相信呢，生的时阵哦，听到有你叫爸叫母，够有时间听。看远一点，不要管我妈，继续练习啊，深呼吸，记得呼吸的时候胸部挺起来。哦。等一下，先我问你，怎么样？我怀孕以后啊，我的胸部是不是会变大？当然会变大。哎，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，胸部多大，小郭多爱啊。那我就有救了。当然嘛有救，会把你的死火山哦变成活火山。谢谢。哎，美女，美女，你的肚子，孩子也大得太快了吧？假的啦。对啦，枕头。哎呦。我只是想先试试看当孕妇是什么滋味嘛。你也太想不开了吧，这未来十个月够你瘦了。你现在可以灵活运动的时候呢，就多走走多动动。哎，免惊免惊，一百天之前哦，嘛通啊做这种爱做的代志，不过姿势爱变。哎呦阿妈，哎呦经验经验啦，来来来，对对对对，对哦你啉。曼玲啊，我以前只知道你是个爱贪小便宜、小气又视钱如命的人。我在你心目中是这种人吗？是啊，可是我不知道你还有勇敢的一面呢。勇敢？嗯，年纪大了要生小孩，的确需要勇气的。啊，而且你有坚持，你让我看到什么是女性独立、女性自主、女性意识，你带走，已经这样带走嘞。花医生那种啊。如果那你有什么事情哦不方便说的时候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是你的好姐妹，我绝对挺你。放心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你会。您能来呀，您能来呀。哎呦假的啦。哦，吓我一跳。放心啦。好了好了，好紧张哦！哎呦，有我在，不用怕，我会保护你们的啊！小孩有没有在动啊？你听听看，哎呦，叫听不到，太老了，听不太听。不玩了，听到什么？叫我呢，叫爸爸。来，老婆也起驾。哎呦，哦，先生六姐六姐哈，一步一步来啊。啊，五星熊多啦。走路脚不要开开的啦，两年你就丢啊啦！女权运动万岁！啊？你们不会懂的啦。昨天花医生带曼妮去产检回来，有没有说什么？没有啊，他什么都没有讲啊。哦，那我就懂了。你们两个讲话中间不要啊，这样听起来不连贯。哎，不过也说真的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，静悄悄的。对，这不像曼玲的个性。哎妈，哎，你做这动作，后脑勺刚好都拄着后脚筋。少年的时阵的动，不过今晚要甲牙疼了改。哎，花医生啊。免吃啦，你面那尼啊大片，安尼吃袂着啦。妈，花医生最近搁较瘦啦。哦，搁瘦咯。花医生，怎么样？昨天带曼玲去产检，然后呢？没有。没有啊，没有的意思就是讲哦，囡仔拢平安，平安啦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。啊，没有？什么意思啊？他是说没有带爸，应该是女的啦。哎，怎么给你拿护了？嗯，对呀，那很可爱哦。哎，拜托你有点常识好不好？她才刚怀孕，怎么可能验得出来？啊，对呀，你有点常识好不好？没有，没有怀孕啊。什么没有啦？花医生啊，有跟没有都跟他差几级，实际上我差加分呢。对呀。我知啦，乌龟、乌贼嘛是差几级尔，对啊，你敢不敢换对不？对不敢换。没有怀孕啦。啊？哎，花医生大概在讲笑。你妈妈提乌龟跟乌贼啊？没有怀孕的，啊没有怀孕的，怎么可能呢？可是验孕棒上面不是说有吗？我哪知道？是不是那个验孕棒有问题啊？
那曼妮一定很难过。对呀、啊。那他一定很失望啊！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曼妮，曼妮呐，曼妮，那个。没关系的，再变嘛，再变。对，再变。对，再变啊！到时嘛是送着你干部的我。